聊聊天，你玩过那个吗？有，做题啊做题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在大世界玩这个，不懂三个还是五个？在大世界玩这个，要滴干吗？就丢一个圈，然后套上这个瓶子之后会怎么样？你可以换 soft toy， 你圈到越多就换比较大啦。妹妹，这叫什么？剪子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太平大哥他很会玩。你们小时候是怎么玩？普通玩法，小心哦，脚能着地的啊。对，一、二，哎，可以耶！哇，来，这是普通玩法，不普通的玩法。如果不普通的玩法呢，就是我们脚呢不能着地的，就是这样。他们叫 Sally 啊， Sally Sally 龙江巴的 Sally 啊，这比较难嘞。等一下，我一直很好奇，这个 Sally Sally 龙江巴 Sally 是谁？ Sally 啊，不是这个龙江巴的姐姐。哎，所以你们是讲 Cherry Cherry 还是 Sally Sally？ Sally Sally， 真的是 Sally Sally 是谁？ Sally Sally 龙江巴。哎，大家都懂。Of course。我有一个特别的东西。哎呦，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哎，还蛮有分量的。对，然后我不敢看，你们要心理准备哦。有在动哦，有在动哦，可能还是活的哦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一二三，是什么？青春啊！等一下，我们先让年轻的猜好了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来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怎么来的？我不知道，真的看起来好像是马桶，你们都可以刷马桶的。马桶刷，你家的马桶刷是铁的。给苏弟看看，苏弟看看，来，这个很简单嘛，你看这里有一个东西，然后你去一个餐厅，然后他们就会来上茶。这个是灯，他们下面放白白的东西，那个叫什么？蛮臭的嘛，啊，就是把那个臭土放在里面，然后点火，这边就会亮。是家家户户都有吗？我的年代已经不用这个了，可是我看过这个嘞。哦，有看过，是油倒进去哦，从这边对，一样啊，一样啊。这叫床头灯是吗？白纸千孙灯，大家呢都当然希望呢就是白纸千孙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含饴弄孙的那个年龄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很多的朋友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健康，对不对？那个才是首选 number one， 大家要关心的是。还有医药的问题。是是是，你要健康才有办法白纸千孙嘛。说的对，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终身健保的计划？有啊，终身健保好像政府讲很久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几年前了，好几年前的。Medishield 五年前就开始了，对对。终身健保就是其实是一个医药的保险，从你出世一岁到你sayonara，你就是受保的。而且不光是新加坡国人有，像我是永久居民也有。政府为什么要给 top up 你们的 Medisave？Medisave 就是可以你可以用你那边的钱去看医生啊，还医药费啊，也可以用来还这个终身健保的保费。以前我们都鼓励是要买保险啊，买保险啊，这什么储蓄保险。但是到我这个年纪之后，个人的想法，我想想说。这些所谓的保险都是次要，最主要是我们的健保。这个就是我们买一个所谓的 MediShield Life， 就是住院还有动手术。对，因为其实你如果你看医生的时候，最花钱的就是这两个部分。对，这个最重要。对，有时候你一下子一笔钱要这样拿出来，真的是会很辛苦。而且这个 MediShield Life 啊，我知道是与时并进的，不断的一直在检讨，这样子可以确保呢国人可以一直得到保障，而且呢可以保持一个持续性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而且像是中低收入者呢，他们也将会继续获得保费的津贴。最高是到50%哦，今天一半呢。对，那立国一代跟建国一代的年长者也会获得永久的保费津贴，然后呢再外加保健储蓄的填补，所以有需要的国人也可以获得额外的保费援助，各个年龄层该想到的政府都帮你安排好好，太周全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其实我们的政府哦，他们都在考虑到 COVID-19 对许多国人的影响。他们会在未来两年提供一次性的 COVID-19 疾病津贴，以协助国人应付即将增加的保费。哦，又有津贴了！你今天没有白来哎，我刚刚都没有发现你坐在这里，都没有存在感了。那你看刚才那磊欣姐姐说的，立国一代还有建国一代，磊欣就好了，不用姐姐。来继续，磊欣阿姨刚才说的立国一代和建国一代，你别生气啊，来继续。你猜我们几岁？不用猜的啦。建国是1949，然后立国1950。你说1950年以后是立国，对，1949以前是建国。出生，1949
对吗？对吗？对，出生。啊、如果呢，你是在65到70岁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得到的是额外5%的长年保费津贴，高达390块耶。当然，如果你年纪越大，得到的肯定是越多。如果你是76岁或者以上的朋友呢，你可以得到的是额外10%的长年保费津贴啊，高达918块耶。1000块嘞！你说政府为什么要给这个 Medicare Life？ 就是希望说有病要去看医生，不要觉得怕，不要去看医生，因为医药费不便宜，尤其是住院的时候。所以你住院你可以索赔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其实我爸爸是受惠人，因为我还记得在2003年他入院，那时候医药费哈真的很庞大的，他入院大概有2个多月，全部的医药费是18万到20万。20万啊，那可能是有些人一辈子的储蓄哎。对，那时候我们不叫MediShield Life， 我们只叫 MediShield。所以 MediShield， 我还记得我付了现金大概是50%吧，因为它有津贴，很多的津贴。所以如果以现在的 MediShield Life， 我相信我们可付的那个现金应该更少。你说的对，他明年调整之后呢，国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保障，索赔额也会更高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比方说37岁的林先生，他住院，假设他这个医药费呢，他去那个急症病房住2天，他这医药费是1800，然后这样扣之后就会更少了，所以真的要靠政府这些规划，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保险的津贴。有病就要看医生了，因为我相信呢。就算是现在哦，我觉得有一些国人可能一想到，哎呀，去看医生要花钱，住医院要破费，所以呢，小病他们不医，等到大病的时候呢，真的医药费呢也会变得更庞大。对，重点是辛苦的会是你自己，还有你的家人，对不对？你们家会有一些长辈就是很怕看医生，然后说啊，不要，像我觉得男生就会这样，对，会吗？我爸爸生病的时候，他不想为难大家，就会说，哎呀，不用去看医生啦，我在家里休息几天就行了，自己做医生啦，对，就随便吃药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很多的年长者，他们不想去。你来干嘛啦？你干嘛笑啊？我刚刚吓到了，吓到，我真吓到他们了。你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吗？不是，我在讲医院东西，突然有救护车，我说这是什么？我是马达，警车。对，我就是马达。我接到线报，听说呢，你们在聊天呢，聊到这个终身健保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呢就要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呢是60岁到75岁的年长者，会得到呢？额外多少的长年保费津贴？哦，我刚说的，我刚说的，10%。你们呢？要不要尝试一下？10%。5%。好了，没事没事，没有人答对呢，答对，我还是准备了零食请你们呢。没有人答对耶。那我们三个吃啦，OK， 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吗？真的可以吃，我刚刚已经偷吃了2颗 ，OK， 2颗。是这个呢，就是鱼圆。你大概吃过吗？这个你先吃一个，我看看。真的没有这个，每次过年的时候啊，我们去拜年，家里都会有的鱼圆饼。那你在那边干嘛？对，是吗？啊，没事没事的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哈，相亲相爱哈，我们继续聊天哈，不要再瞎关了。请问这个东西是童年的回忆吗？我不晓得哎，这是过年的回忆，不是童年回忆，现在还有啊。那如萍姐小时候有吃过这个吗？有啊，东南亚一带都有，小时候在印尼也是有，会有。这个源头在印尼啊，那渔村啊什么的，他们就会做这些啊。对，哦，都是我们那边出产过来这边的。是印尼出产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嚣张哦，你们那边出产过来这边的。不是，印尼有很多很好吃的 Goroppo， 对啊，在那边吃的很爽哈。哇，多么嘞，你的眼神，我是啊。干嘛？有脏吗？你知道你现在要干嘛吗？我要干嘛啊？你不是要准备音乐厅？哦，对，我今天要唱歌。观众可以不用再继续看了，广告过后就关掉电视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是去听歌，我是去听歌。OK， 失陪啦，失陪啦。赶紧准备，不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哈，有空再来啊。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。